Hello， 大家好，香香，今天呢跟大家介绍这个 Mini Daisy， 那这款游戏呢是算是小的 2D 的游戏啊。那这个目前我已经有玩了一段时间了，那我们就重新开始好了，这样子会比较好解说。以往都是玩那个 3D 的那个 Daisy 的游戏，那它这款就是算是平面，然后是用 2D 的角色去做。那我们一样选择最初学者好了。OK， 它一开始生存的时候，它的角色是应该是可以选的吧？那我选到这个是秃头啊。OK， 左上角这个点数它会随时间会增加，然后你可以等到200的时候可以解锁一个技能，然后这个技能呢你可以选择很多种，然后有一种是在建筑物里面的时候你可以获得 50% 的热，就是比较不会冷啊，对啊。然后我们先去找食物，那一开始的时候它只有一个绷带，然后两个格子，然后先看一下地图 ，OK， 这边离城镇有点远，我想先往上面走好了，先到上面去，然后再绕一圈看看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你可以，如果你获得斧头的话，你可以砍树，砍树可以获得树枝啊，然后木头，你可以做那个生火的东西 ，OK。然后木枝的话，如果你有线的话，可以做弓箭。然后那个树枝加就是小刀可以获得弓箭哦，刚才是弓跟弓箭，然后上面是可以获得三格的那个是哦，上面那个是线加一个算是一个麻袋，可以获得一个三格的袋子，然后下面的话是三格袋子再加上那个树枝，三根树枝可以获得五个空位的那个格子啊，这游戏还蛮好玩的，还蛮耐玩的，我觉得。OK， 我们先到上面去好了。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地图上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捡啊，有各种想象不到的东西，然后也可能还要杀僵尸这样。这一次重生的点啊，离那个城市有一段路哎、欸，这个应该打不了吧，那么远，这个最好还是拿弓箭吧，武器或是对啊，远程的会比较好打，打死他还要一把小刀才可以割他的肉，看一下有多远了，啊，快到在前面而已啊，哦哦哦，有狗啊！不要追我！不要追我！不要追我 ！Oh no！ 不要追我啊！看要跟他 PK 了，我打他一下才8滴血、啊。如果附近有丧尸的话，他会去咬丧尸。Oh， 我被咬了一下。好吧，感觉哎呦，又另外一只啊！不，这样来回会比较好打。哦，我在损血了。哦，暴击22滴。我先补一下这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那么多狗啦？不会吧，这一集要挂了，那么快？赶快走。获得个苹果，苹果可以充饥一下，赶快吃一下。他应该说在门口等我吧，对不对？冲啊！对，赶快躲起来。这是电池，电池是干嘛的 啊？我知道有个帽子是可以充电的。我先喝好了，先把它吃掉，获得少许的水分跟那个饱足感。冲去打它一下。哦，超痛的。哦，把它干掉，干掉了。
这什么？哦，这是那个青椒啊！僵尸来了，僵尸来了，僵尸来了！我一开始没有武器，很难打耶。喂，呵，哇，哦，这是什么？获得子弹，简单，把它捡起来好了。啊，它会冷哦。它那个青椒可以，哎，等一下有狗，有狗，有狗。改版之后出现了这怪物哦 ，My God， 哦，赶快躲起来。这什么枪啊？没子弹。先把那个东西吃一吃啊。哎，他们两个都挂了。哟，安全帽哎！啊，这个可乐喝掉它，可以啦，勉强啊，反正等一下就会进行到下个区域了嘛，对不对？它会冷啊。哎，啊，有空投物资，空投物资是要看广告的，我们先不看了，好不好？那先到右边，好像有那个。房子可以进去吧？欸，这有车厢，有什么帽子哦？不要，我觉得那个安全帽比较保暖。哦，这个僵尸太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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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这什么外套？一格的外套 ？SKS 哇，第一次拿到这种枪，虽然说不能用，没有子弹啊。对 ，bandage， 那个 bandage 还是需要用到。Oh my god， 都在外面等我啊！冲啊！好多只，我那只会跑哎、欸，那只会跑，不要追我啊！还是那么多只啊！第一次录影就这样，怎么这样呢？哦，天哪 ！Whisky， 我先回一下那个什么 bandage， 先把用绷带用一下，然后这个喝了吧，喝了再上 Whisky， 获得这个 bill， OK， 看一下这个多少， 25%， 比我原本还少啊。哦，这损血了啊！我觉得这一集应该撑不了多久。这次的运气不好啊。有办法找到绷带吗？那个僵尸会跑、啊、！Oh my god！Butcher's knife， 哦，这个是小刀啊，小刀，我先把这个电池丢了吧，电池用不太到。顺利逃走了，我先看下地图啊，哦，右边有小房子啊。它会自动回血，但是没那么快，慢慢的回血。
OK， 我们到了下一个城镇了，来搜刮一下东西。哎，这是什么 ？OK， 这是豆豆，先吃豆豆。一把手枪，哎，还有一个丧尸，哎，有子弹，哦，一发子弹了，不要浪费了。我们就先去另外一个地方啊！丧尸来，丧尸来，丧尸来 ！Oh my god！ 先把这个吃了吧。Oh my god！ 三只啊！哦，没死。天哪！什么子弹啊？哇，都不能用吗？真假的？不能用，好吧，自求多福了。这个 orange 可以补水分，居然不能用的话，那个子弹也不要了吧？那冲出去了，看一下，上面有小镇，对不对？交给你了，去咬它吧。哎呦呦呦呦呦！那只狗又来了啦，哇，好多只，我操！哎呀，哦，没路可走了，哦，我的水果掉了，僵尸来了，去咬僵尸，不要咬我了。我这集怎么那么多僵尸啊？终于跑到一个房子里面，然后有报纸啊，报纸现在还用不到了。先把这个吃一吃好了，反正到时候还可以，应该还可以再撑一段时间，我觉得。准备要跑了，冲啊！哎呦呦呦！你们丧尸来救一下我了，救一下我啊！他快追到我了。还有他刚才迟钝了一下，哦，开始冷了，负五度啊！啊，那到底有多远啊？看地图还蛮近的啊。先去那个大房子里面好了，欸，跟得很近，跟得很近，跟得很近，欸，进来进来，帅哦。OK， 刚才有讲到说有木枝的话可以做三格的那个栏位啊。对，然后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吃的东西啊，你把它吃一吃好了。看一下位置，哇！除了这个房子以外的话，几乎没有建筑物可以让我躲一下的，而且没有武器可以攻击。先把它干掉。好，帅。刚才有看到一个小房子啊，去看看好了。没有东西。
是什么？哦，这是那个 Paper C， 它是种那个什么，种植物用的。哦 ，Baseball Bat 这个就 OK 啦，攻击力可以加25%。马上来试一下。哦，僵尸。这个 flare 是那个可以丢的，然后晚上可以用。我现在用不到，我先吃个 apple。我还在损血，快挂了。欸，有 rope， 这个是绳子。可以吗？哦耶 ！Crack bag， 做出来了。这个袋子有三格，然后如果有树枝的话，就可以做那个五格的格子，这样东西就可以拿比较多。我现在血剩一点点，希望他赶快回血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上面那个房子好了，好吧？在上面，然后在右边一直过去。OK， 有 bandage， 获得 bandage， 可是我现在在是怎么样啊？在中毒吗？哦，他在冷啊！糟糕，我现在是快挂的样子。我看到他，哦，才跑到一半啊！這是什么 ？Pixel， 三发子弹的 Pixel。OK 啦，这个如果，欸，我先把它收起来好了。这可以拿吗？不行，它只能拿一把枪。好吧，先拿那把枪，至少有三发子弹。這是什么？这是扳手。OK 啊，这还耐久度，还有50%可以用啊。有饮料可以喝了，然后我现在需要取暖一下，感觉它不太妙啊。这个50%的 OK 啊。哦，炖了一下。衣服哦，这个衣服有一格的，不错不错。哦，进到教堂了，教堂的东西很多啊。Can I turn 这是什么？进哦，那个牛仔裤嘛，两格的裤子。哎，另外一件呢？27%的，我先把东西拿下来，然后换一件裤子。然后跟我损血了，这是什么枪啊？没子弹了、啊。哇！怎么办？希望他回血一下。OK， 我们先去砍。哎呦，有办法砍树吗？我看看。不行，我没有斧头，要斧头才能砍树。OK， 我们现在哦，我一出来就负3哦。这个帽子办法哦，这帽子有加2的效果。我们先到，哎，上面有房子，去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三格当然好啊。希望可以撑到回血一下。哇！他又肚子饿了，那么快，希望可以撑到晚上。有啊，在室内的话要加3，然后可是
我的血是出现那个绿色骷髅头的，好像快挂了。有可能的话，我们要到右边去。它很冷，它需要喝东西。好，我们先跑到右边去看看，希望不要被僵尸攻击，因为应该打一下就挂吧。我们到了算岔路吧。看一下，快到快到，在前面而已。但是我想到下面有房子，房子先去看看。哦，没射到。哦，爆头碎，浪费子弹。香蕉没有东西哦，我先吃个东西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至少先充饥一下啦。这下面好像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拿吧？哦，这可以喝水，然后也可以装水壶，这蛮实用的一个东西。把它先把它喝完好了，耶，补满了，这水是补满的。这是什么？保暖的帽子，50%的啊，我升级了。既然会冷的话，就可以补充那个50%的 heat， 就是增加热的能量。然后这个是可以冲刺，可以跑比较快的。这个是饱足感。我想看可不可以加上那个，看看哦，这可以减少那个失血的状态啊。这个是可以抵挡那个怪物，就是动物在攻击的时候会闻到我的味道这样子。先选哪一个啊？室内50%跟一个加20%不会冷的，然后饱足感，我觉得加这个饱足感的15%，好像哇，先加那个先抗冷好了，对，先抗冷，这样子的话就不用一直找东西去穿了。我们先去下面看看好了。哦，不会吧，这出来就有丧尸。而且他那种丧尸是穿黄色外套的，这个打爆他之后，他会地上会有那个绿色的黏的东西，然后你碰到会损血。OK， 我们先跑，没有东西啊，再来，这什么 whisky 哦？好 ，whisky OK。这个可以拿一下，这晚上用得到。现在已经8点了。哎，这个会跑很快。啊，他又肚子饿了。他是猪吗？一直吃东西。啊，散弹枪子弹啊！哦，好险哦！我剩一滴血了，不会吧？哦，不会吧？我们这一集就要这样子挂了吗？来吧，趁死之前先喝一瓶酒吧。my god， 这什么？挂了。OK， 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了。喜欢的这个游戏，赶快去下载吧。这个游戏还蛮耐玩的，一下就玩24分钟。先这样了，拜拜。